现在应聘兢兢业业的骑手，给每家每户派送货品，干满五年，保证人手一套房。来看看看看看看，看一看啊！来，大家都来看一看啊！五年，人手一套房，人手一套房。有几个？五个。五个？口罩摘了吧。神兽国的毒烟在空旷之地是没有毒的。真的假的？骗的。这宣传还可以啊。不错。明天我们要再来派发一下，肯定更多人。吃西瓜。嗯，西瓜真甜啊，志忠。嗯，真甜。哎，李欣，你们怎么不戴口罩？你们不戴，那我也不戴。凤娇，我来应聘当骑手。你个富二代也能吃苦？我之前当义工，我爹经济封锁我了，我已经3天没吃饭了，就过来看看。我们这可养不起富二代啊。现在也不是富二代，我想通了。只要努力工作，不一定要当老板，也会很开心的。我这次来当骑手，就是为了服务社会，帮助他人，成就自己。好样的，我就喜欢你这种积极的态度。小娇娇，你的一句鼓励，让我找到了人生的方向。小星星，没想到这次毒气事件能让你变成猪肉铺20文，菜铺20文，水果铺20文，如意绣坊20文。这么便宜，钱老板良心大发啦。嗯哼，我钱老板从不发城难财，收费全部给骑手，1文不收。哇，这还是我认识的老钱吗？对，老钱怎么可能不收钱？他呀是到时候叫全城的商家都用他的车配送，到时候再和商家拿分成。说的没错，还是享受这种。走了，明天继续啊。好甜哦。